包包福袋堆叠在超商门口，不少民众挑挑选选买回家试手气，想抽大奖。 一次买好几个，就看看能不能拿到不同产品。不过有民众就曝光影片，自己一次买五个福袋，但拆开真的傻眼，因为五个内容物竟然通通一模一样。民众说预定五个福袋开心去取货，但越开越难过。五个福袋等于买一个的意思吗？官网说有十二种组合，结果买五包花一千元，只买到一种。很在意，因为里面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，我是不会买了。 投资报酬率好像不是很高，拿那些钱买一些自己平常比较容易会用到的东西，好像比较实在一点。一千块买一堆领塞是蛮不划算。不过有内行网友说，有用英文字母区分，福袋底部会写字母分产品，但每家店做法不同。实际来超商实测，有超商福袋底部没字母，民众只能盲选。 一次买三个福袋来开箱，竟然也全都一模一样，内容物都是饮料、泡面、饼干，还有巧克力。全部都是分散，底部会有做记号，可是我们的是没有，我们都是直接拆开就乱放。不过店员说，福袋全都有打散过，但也有民众会用外送平台买福袋，还能有折扣，但缺点就是不能挑。不过总归一句，买福袋还是靠运气。三立新闻李昭儒阿薛台北报道。